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蔡凤云，第八个出场。当中呢，只有这个太极拳、太极剑有音乐。你在表演的时候，必须要有选择音乐，你跟着音乐的节奏进行演练。他选的平衡动作也是后叉腿，一是平衡。由于太极拳的比赛呢，它不是规定动作，都是自选动作。所以每个选手，他的编排不一样，但是他们都集中体现到了太极拳的横与挤按，并且他有比赛当中有八个跪定动作，你必须要有演练的。你像这个蓝雀尾啊、野马分鬃啊，包括云手左右穿梭，另外还有斑斓锤等等这些动作，你必须要完成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，你可以任意的发挥，把这个陈氏、武氏、孙氏这太极拳的一些精髓动作给它穿插起来。再一点，你在演练过程当中，你要完成它的规定难度动作。每一个运动员在演练过程当中，他所选择的音乐也很有技巧性，全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。最终得分，因为这个太极拳的比赛呢，只是最终的排名的1到8位，他想取得这个太极拳、太极剑的全能金牌，还要参加太极剑的比赛，这两个分值相加才能排出最终谁能获得金牌。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来自中国广东的崔文娟，他得到了9.85的高分。
分数也不太好打。最终得分是9.64分，目前排在第三。他的动作难度是满分2分，动作质量是5分，他的演练水平是4.64分。